现在是不是特别像电视剧里的恶毒女儿？小雅，你知道吗？刚跟你分开那段日子，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。其实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跟自己说一句话。今天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。好。我去哪儿还要跟您报备吗？我请我去你家坐坐。我这座小庙可是容不下您这尊大佛，不如哪天请我去您家坐坐。怎么，还想找我重温旧梦啊？那就要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胆子带我回家了。你能不能远离确认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么样，舒亚王？非得这么作践自己吗？